台湾西南空域，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坠机，已进入我 ADIZ， 影响我非常安全，立即回到脱离。台湾飞机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正在进行例行训练，请不要干扰我正常行动。位于台湾西南空域，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 ADIZ， 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台湾地区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正在进行例行训练，请不要干扰我正常行动。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兵演练，展现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，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。台民进党当局置广大台湾同胞的安危福祉于不顾，不断挑动两岸对立对抗，进行谋独挑衅，危害台海和平稳定，这一图谋注定不会得逞。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胆敢以任何名义、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，我们必将不惜一切代价，坚决予以挫败。